规定，每天才知道今天到底要不要上班。甚至啊，我们看到朝内有时候越南人可以一个月只休四天，可是台湾人只要休14天，对不对？对。南洋海鼻子，我喝西北风，我喝西北风。无薪假一定要先签好协议书，要休几天减多少钱。可是我们被要求同意无薪假，要休几天随大家讲哈。我们今天看到劲茂，像是这样一个公司，他一群员工只有100多人，问题是他可以从98年这个金融海啸那一波放无薪假放到现在，连续三年啊，各位朋友，劳委会要公司放无薪假，自治的同意书上面就有说，不建议超过3个月。好，他们是3个月之后又3个月，3年了，各位朋友。劳委全体劳动，再留台劳动，再留台劳动。我已经在那疗养院待了10几年。我的儿子在9个多月，他，我还是租房子，我一个平平都上来超越工作的劳工，他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，生气了。他说要空闲时间，可是他帮他儿子买冰室，让我们能两万多块，是还要再减10吗？他到底叫我们不怎么办？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说你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是我老板这种公司。600多块吧，就两夫妻省吃俭用，还是要给孩子过日子啊，是不是？去做找手工来做，还是要做啊。我们三年了，老板说要三年了，还是得离开这家。当初他第一年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他五天要实施3年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跟我们讲到底要实施多久。我们共识时间好半年，好一年。顶多一年嘛，结果谁知道他一次实施了3年，现在还持续实施，无薪假无上限无期限，我们要怎么过生活？当初94年在就是换薪资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想说签了，因为那时候景气还算不错，因为想要有工作有薪水，所以才签了那份离职书。可是那份离职书现在却成了他威胁我们不给我们去那个之前的费用。还有你看一下，我们会请太平县政府这个第一去做劳动检查，然后只要发现他们这个确实有这个滥放无薪假，还有工资未全的给付甚至休假部分，还有这个要求辞职来规避雇主责任相关问题的部分，我们绝对会查清楚。如果确实有违法，绝对会依法处理。而且我们还会依照这个我们劳动基准法刚修订的法则部分，必要时我们会公布雇主的姓名。对。